珍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珍。我是大 Rainbow 的童工。我是大 Rainbow 的童工，亦都是德华牧师的门徒，也是德华牧师的门徒。好感恩，好感恩，今年神让我有很多可以发挥 being 的机会。很感恩今年让神让我有很多发挥 being 的机会。透过部长、部门和组长的成全，透过部长、部门、组长的成全，我不单止可以稳定地去参加祈舞的集训，我不单只可以稳定参加祈舞的集训，今年亦都参加了新年主崇的舞剧，今年也参加了新年主崇的舞剧，普尔节、复活节和祝棚节的舞剧，普尔节、复活节跟祝棚节的舞剧，其实这些都是我没想过的事，其实这些都是我没有想过的事，因为过去的我身体很差，因为过去的我的身体很差，我很容易会因为压力和紧张就会不断地去肚饿，我很容易因为压力跟紧张就不断地拉肚子，甚至我试过晕低要人去帮我 call 白车，甚至我曾经晕倒有人要帮我叫救护车，我记得在今年年头的时候，我记得今年年头的时候，我们同工有禁食祷告会，我们同工有禁食祷告会，每一次我在台上挥完旗下来，我的手都是震晒的，每一次我在台上挥完旗下来，我的手都是发抖的，因为我没有力，因为我没有力，也都会脚酸痛，而且我也会脚酸痛，每一天都好像被人打了一身一样，每一天都好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，但是40天我就是不断地去坚持，但四十天我就是这样不断地坚持，直到祝棚节我要去跳舞的时候，直到祝棚节我要跳舞的时候，我都会担心，我也会担心，因为夜晚排舞，朝早服侍，因为晚上排舞，早上服侍，在整个过程里面我都要帮忙舞剧里面的很多行政的工作，而同时我也要帮忙舞剧中很多的行政工作，我担心过自己的体能是不是真的可以跟得上，我担心自己的体能是不是真的可以跟得上，但很感恩是神给我有足够的恩典，但是很感恩神给我有足够的恩典，由年头开始每个礼拜的集训和训练，从年头的每一个礼拜的集训跟训练，每一个在我身边人的陪伴，每一个在我身边的人的陪伴，我完成了这个舞剧，我完成了这个舞剧，不知不觉加上这一年里面，不知不觉在这一年的里面，我的饭量大了很多，我的饭量大了很多，我的体能和体重都上升了很多，我的体能跟体重都上升了很多，在今年里面我的 BMI 指数，今年我的 BMI 指数终于去到正常的范围里面，终于去到了正常的范围里面，除了健康的上升之外，除了健康的上升之外，神都帮助我的心思意念和眼光去到改变，神都帮助我的心思意念跟眼光的改变，过去的我很喜欢看人家跳舞，过去的我很喜欢看别人跳舞，但我自己就不了不了，但我自己就不会参加，因为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限制，因为我看到是自己的限制，我知道我的拍子感不好，我知道我自己的拍子感不好，我肢体协调不好，我的肢体协调不好，我都分不到左右，我也没有办法分左右，在一年的里面神透过一次一次的上课，但今年的里面透过一次一次的上课，每一次的彩排，每一次的彩排，他让我有机会去尝试和自己的肢体去到互动，他让我尝试跟自己的肢体来互动，让我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，让我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，而不是只是停留在 我自己生命限制的这个框框里面，而不是停在自己这个生命的限制的框框的里面，让我这个人变得更加柔软，让我这个人变得更加的柔软，更加勇敢去到尝试和表达，更加勇敢去尝试去表达，亦都因为这样，也因为这样令我更加开放自己去跟其他人 connect， 让我更加开放自己跟大家 connect，无论是一起去退休过生日，无论是一起去退休过生日，定系睇音乐剧，或者是看音乐剧，又或者系参加人哋生命中好重要嘅历程，或者是参加人生命中这个人生当中重要的历程，婚礼又好，荣休嘅午宴都好，婚礼也好，荣休的午宴也好，我可以参加其中，我可以参加在其中，去一同建造我哋之间嘅黄金嘅一球，一起去建造我们之间的黄金记忆球。虽然每一年的时间都过得很快，虽然每一年的时间都过得很快，但今年的我特别满足和觉得被爱，但我今年的我特别的满足跟觉得被爱，感谢天父让我今年大大的上升，感谢天父让我今年大大上升。